来来来，这儿的风景啊，特别漂亮。这就是云南。胳膊抬起来，胳膊抬起来。来，哇，你看看，来，再来一张啊。给大家看看啊。我特意在网上查了一下，说这里人少，这怎么回事？还那么多人啊？我去想办法。 哎，叔叔阿姨，你们都在拍照呢。哎，是啊，我们这些啊，都是年轻时候喜欢拍照的，退休以后啊，孩子给我们买照相机。你看他这个功能太复杂了，都不会用，左一个按键，右一个按键的。哇，这么专业呢！叔叔，我看一眼您拍的照片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照片呀，还有可以改进的空间。哦，那给我们说说。您看啊，咱们现在是白天。 而且咱们拍的都是风景照，您这个照片呢，把这个感光度的数值调低，数值越低呀，照片越好看，而且呀，可以把这个光圈调大，然后景深调小，这样呢，背景就会虚化，拍出来的照片呀更好看。哦，姑娘很厉害，你是专业摄影师吧？我不是，我师傅是。哦，我学的这点东西都是我师傅教给我的。 哎，叔叔，这张照片拍的真不错，这么年轻。你跟他们瞎聊什么呢？赶紧让他们拍完，给我腾出地方来。我这不在给你想办法吗？叔叔阿姨，我师傅说他给你们拍照，咱们准备准备。谁给他们拍照啊？你配合一点好不好？过来啊！ 你瞧瞧，你顶上这俩大黑眼圈，几天没睡了？自从跟你吵完架，我就没睡过。吵架？我啥时候跟你吵架了？哦，我承认我那天是没。你终于承认自己说错话了。 是我说的，不好说错话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道歉？不是，有这必要吗？有必要！你侮辱了我，不对，你用言语侮辱了我。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。像我这种人，将来那是要改变世界的，就是因为你，导致我晚上加班熬夜，白天还要想着你什么时候跟我道歉。
你如果不跟我道歉的话，我的心里就会极度扭曲，做出伤害人类的事情来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当然，最可怕的是，你居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错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在葬送一个有违青年的大好前程？好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啊，我可不敢承担什么葬送有违青年这个责任，对不起啊。没有诚意。 不是，我不是已经给你道歉了吗？说了我错了，还怎么样？难道还是让我请你吃个饭啊？哎，你要是同意请我吃饭的话，我还是可以考虑原谅你。好，楚阳，今天我请你吃饭。不过吃完饭之后，你该干嘛干嘛。而且你必须得答应我，从今以后不要在电视台门口堵我，行吗？哎呀！ 你说吧，想吃什么呀？楚阳地图为您导航，前方200米，左转。这边。哦。 海姐，你是不是很少来这种地方？我那个前夫他倒是挺喜欢这种地儿的，他从来不会带我来，因为我也不会跟他来。要我说啊，像你这种女生，就应该多来这种地方，沾沾烟火气啊。哼。 来，你干嘛？我不冷。我一看你这衣服啊，就不便宜。我给你挡挡烧烤味儿。这还没喝酒呢，是我眼花了？好你个刘志林，以前这种烟熏火燎的地方，我那轿子抬他来他都不来。你好，请问点点什么？什么情况？这男的谁呀？好了，你别上火啊，我帮你去打探一下。不用。 谢谢啊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楚阳，你这衣服多久没换了呀？怎么了？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这几天啊，天天加班，别说换衣服了，连觉都没得睡。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。哎，那小子是不是每天给他送花那个？还有人每天给他送花呀？ 这事儿你居然没告诉我！每天在我们台里有很多人给我们这些主持人送花呀，什么？李总，阳光，这个是您点的，这个是我送的。咱可说好了，今天一准不用买单，我请客。<笑>行。哦，您是来检查我工作的是吧？哎呦，我现在告诉您，我那个垃圾现在那叫一个专业呀！ 分的湿垃圾、干垃圾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他们都叫我垃圾小达人。哼，小达人，小达人啊！好好干啊！不吃了。怎么样？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试？ 我来买单。哼，我什么时候落魄到要你买单请我吃饭？这串我也陪你吃了。 是不是该回家睡觉了呀？现在就回家睡觉，这也太奢侈了吧！我一会儿要回公司的。你一会儿还要回公司啊？啊！你不能仗着你年轻就这么熬自己的。我们最近开发的那个加密代码一直有 bug， 现在兄弟们还在加班呢，结果我偷偷跑出来约你神吃饭，你说有点太不讲义气了吧？
你自己酒足饭饱了才想起兄弟义气啊？我刚才啊已经通知服务员了，打包了一份回公司了。公司那帮兄弟除了没有像你这样的女神陪着吃饭，那吃的比咱们好多了。这才有点大哥的样子，就跟当年你。吃饱了我买单了。服务员买单。我还是先送你回去，今后你要少熬夜。好。真不信跟过去看看。不用。这有什么，不就跟个小屁孩吃饭吗？穿完顶多看个电影，看完电影顶多。我回去了，累了，我不送你了。